但是五个人包点多多少少会有点挤啊，看看能不能再得一得其他的点位。啊！炸了！对，first 是出来了。完了，一文死了。一个人清 B first 的一个点位，把一文给断掉。一个侧身，像 O 的话，继续接力也是被石心给补掉。最后只剩下宠儿了，这个位置之前是有被侦查到的。8-8，儿子。这波节奏就是抓得很好吧？真感觉加持了，有一说一。仓，我不管说你拿瓶水，兄弟们，侦查没有，然后回来的第二时间往这个家里打的这一套信息，就是能够读出来 AG 整体的落位情况了。你中两边，那我突然一回来，然后从你小门打进来，效果就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如果是这样针对这个中路左右手的话，一个人是站不住的，就是不可能再说让一个人去站这个贴墙的位置了，这个太难了。所以这份的话也是有一些改变。嗯，看这一份要不要正儿八经打这个 B 仓了。其实 B 仓已经想尝试两三次了，最后第二时间都是转走了。嗯，而且打得非常焦灼，已经来到8-8了。看这一份，其实每次看到他们要排 B 仓的时候，感觉欧欧这个点还是，蛮让替他紧张一下那种感觉。每次的拉点会有一个时间差。他又看了眼左手贴墙，撤了，又是把 O 架到了一个挂窗的位置，嗯，然后混着烟雾弹可以来看一下过点的信息，嗯，也是帮 O 去把这个烟雾弹一封的话，这个 B 仓再去打他就比较困难一些。对，这个假如 B 一过来就会有看到。这次小心了一下这个雷，选点更加靠后。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加十了呀，儿子，都消耗了一下了啊！去看看这会儿的一个打法。儿子，你爹先把双啊，我受不了了，这玩意儿再耗的差不多，最后剩50秒来做最后一次的组织，还是要加币。嗯 ，A 门封烟以后，这个 A 区想去帮这个中路去打一些过路费是很难的。对 ，First 先是狙掉了 O， 但是一文这个点呢没换到人。那这一波包点长驱直入啊，下一个闭仓包就很舒服了。闭门一封烟，这正面的人还不好进。对，这个残局不好打，太难了。虽然说嘉伟已经是很快的一个速度来到了外环的这个位置，嗯，但是背身还是有人在架。这才架得死得很，这个就还能保命。又封烟了，绝望烟。时间很紧迫了，已经必须要动。对，这没办法，不可能再转点了。还贴了个人，就等于说我 first 自己玩。